下面首先来看是来自嘉义市的消息，嘉义市甲北国小新生李幼群日前参加到日本举办的2012世界城市杯青少年三选专人竞赛，是摕到一年级组的总冠军。这场免费特别接见奖励伊小小年纪的为国来争光。年会只有七岁的李幼群，随着中国资深学术研究学会外籍参加一年级组在日本群马县的资深人民所主办的2012世界城市杯青少年三选、新选、资深、计选专人竞赛，获得上优秀奖，就是总冠军。五号由妈妈以及嘉北国小校长陪同，到嘉义市政府、嘉义市长黄炳辉予以鼓励。这么细汉的年纪，就为国争光。幼文同学在家长的一个培育之下呢，可以说是发挥他最好的一个能力。在今年暑假，他幼稚园，但是以跳级的方式到日本参加城市杯三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竞赛，能够拿到总成绩的第一名，真的让我们觉得很感动。当然，他今年进到了嘉义市一年级。我想我们在做所有的教育工作呢，其实事实上都是本着人文第一、科技相左、精致创新、国际视野的方向，这四大面向一直来培育所有的孩子。那当然呢，因为珠心算能够带给孩子他稳定而且专注力，那对孩子来讲是帮助很大，所以我想在这一方面呢，无论学校会按照孩子的适才适性的发展，我们也会提供给他们更多的一个指导。我想在跟学校跟家长充分的合作之下，能够来推动更多的孩子的专业潜能的发挥。妈妈李应雪表示，李幼文是伫一年半前就读幼稚园大班的时阵，对于会当利用珠心算快速计算，感觉真好奇，而向伊提出报名学习珠心算要求。伫郭清峰老师指导之下，李幼文展现学习成果，曾经获得2001年嘉义区珠心算比赛幼稚园组第二名，目前是珠算鉴定三级、心算鉴定五级，将继续挑战珠算四级、心算一级。中华珠算学术研究学会由嘉义市副市长李石丁发起创办，为发扬有3000多年历史的珠算文化，成立11年来，每年拢共邀各国轮流主办珠心算竞赛。2013年已经移师嘉义市进行。李石丁欢迎全国珠心算好手共襄盛举。谢谢新闻，创民党嘉义市采访报道。